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，证明你的清白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杀了他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天！ 起了！王老师，王老师，尤佳子，你怎么还没回家呀？今天山口太太没来接你吗？今天换了个人来接我。啊，在下前景光夫，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我最喜欢的王开雅老师。王老师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多关照。王开雅。 干什么？华公子嘛，美人在前，怎么有不上前的理由呢？我觉得我们还是保持一点距离比较好。